包间在哪儿呢？去那边了吧。 哎，哥，你不找他了？走走走走走走，别跟着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嘉文呢？嘉武哥，你别太着急了。哎，他干嘛去了？不知道。哎，他那个股份到底卖出去没有？我也不知道啊。 你是他亲哥呀！我是他亲哥，现在在他眼里，他都成我亲爹了。我现在摘牌。哎哎，干嘛呀？这牌子是我爸做的，他不能卖。哎，行了，叫我。先别摘，再等等。 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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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我知道了。乡亲们啊，你们大家的心意我们都领了，要不大家先回家等消息，在家等着，行吗？回去吧。我们不回，我们大家想办法，好吧？大家先回去，在这儿等也是白等，消息告诉大家不就完了吗？我们一直在等着，大家想办法，好不好？陪着你们。那等也没有用，大家回去吃吃饭。啊，听娟娟的，你们都听娟娟的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回去好了，我们也想办法，我们大家想办法。你要知道什么，你得告诉我们啊。说话呀！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成功，他现在就是在赌。不是，那股份什么的都卖了吗？钱拿着了吗？人呢？哎，我可跑不动了，快走吧，快跑！你赶紧去，去找振华。哎呀，虽然说做个临时村委，哎，但是也不能给眼看事儿，不管呢。你去去，这是正丰农业吧？你们谁负责？你们是法院的吧？对，正丰农业在银行规定时间内还没有还上本息，银行下了几次通知都没有结果，所以移交给我们法院处理，我们只能把包嘉文抵押银行贷款的房子查封拍卖。我们也是按程序办事。好，好，法院是吧？法院是讲理的地儿，是吧？对。但是有些事儿，他就不能讲理。来来来，放下放下，放下。都说咱农民呐没素质，不讲道理。那咱们今天就跟法院的同志好好说一回理。说呀，怎么回事？你说话呀！没怎么回事，不想干了。不想干了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我自己的事情，你别管行吗？冯若兰，你有点出息行吗？他包家不是什么东西，知道你为他这么做吗？
愿意。我看你是疯了。是，早就疯了。冯副主任，说，郑峰要出事了，怕是控制不住局面呀。打起来了！你给我待着，我去看看。哎。你锁门干嘛呀？他都疯了，能不锁吗？怎么了这事儿？若兰，若兰，若兰，快去拿钥匙去。哎，若兰。我们这刚刚收了菜，摘了果子，这要不是知道啊，你们要来的话，我们还能多收几筐。但是收上了也没用了，因为我们这家呀要没了。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我哥你们绝对认识。蔡和强就是咱们村的前任村主任，不过人没了，车祸就是为了给乡亲们办手续，取种子的时候他就没了，只是留下了一个孩子。原本我们大家伙今天是想把你们都赶出去的，但是仔细想想，你们再领这欠债还钱的道理，我们大家都懂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领导，咱这个世界上，咱不仅仅只为了一个理字，咱还得看一个情啊。郑峰为什么关门？因为我们欠了麦香工厂的钱，欠了银行的钱，我们认。但是，领导，你们得问问，问问我们为什么欠了这个钱。啊，对，这事儿你们需要调查，我们都明白。但是我们郑峰，是大家伙辛辛苦苦搭建起来。大伙不想这么散了，在我们这个村里，啊，搭一个股份公司特别不容易，真的特别不容易。坦白说，我们大家伙今天过都很生气，但是我们一直压着、忍着，我们强压着，真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就是想恳请你，不，恳求你们，能不能再缓几天，给我们几天的时间？啊，你们不知道情况，我们不是没有钱，真的，我们股份了，我们这个都有钱呢，真有钱，真的，你得给我们几天时间凑啊，对不对？给我们几天时间凑，所以你看。我们不缺钱，我们有钱。你这有的呢。对，你看，对，这还有刚取来的，啊，家里现有我都拿来了。你看，先拿这些，家里还有呢。啊，我都拿来了。不是，然后来，还有给他，好的，好的，是我的，拿着。不是，乡亲们，你们别这样。他们哪来那么多钱？但是在咱没入股的时候，咱们给他定金呗。我这也有，来，给你，给你。诸位，诸位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啊！大爷，你别这样，我也没办法。通融两天，不差这一两天。给我们点时间吧。我无能为力。高抬手，高抬手啊！保住，您拿着，保住。哎呀，保叔，你冷静一点。这是干什么呀？
别求人了！出来出来，叶叔爸来了！闪开！我拦不住啊！都别在这给我求人！不是老乡，您冷静点。守着几位领导，你们在这丢不丢人？啊？叫人看不起咱们？几位领导，我就是包嘉文的爹。你们做的有道理，欠债还钱。可是我们龙山人从来就不愿意欠债，就是欠了债了，我们还是要站起来的。嗯，对。你们呢，也不用多心，你们该查就查，该封就封。今天我就是冲他来的。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让他们别找我爸爸的牌子了，不然我爸爸回来会很伤心的。还有大江叔叔，他回来就没有工作了。叔叔，我请你吃糖，让他们别砸我爸爸的牌子了。郑峰欠的贷款，我来还。你来干什么？公司这样全都是你害的！姓安的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想什么，赶快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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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安氏集团的总经理，我叫安平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包嘉文还不上的贷款，我可以帮他还上。用不着，用不着你来管。别别别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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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搭在你身上了！来来来，快，乡亲们，快回去回来！这是今天大伙儿，哎，大伙儿传上来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。特别感谢，不用谢嘉文，我们这心里都知道你挺不容易的，我们跟着你搞股份呢，我们这挣的钱比种地都多了。你说，你这儿，我们要是公司垮了，我们这心里也难受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啊是啊。嘉文，乡亲们都相信你，你说我们女人家的不懂赚钱，但是我们就是喜欢看戏，是不是？你说这回咱公司要是能继续的话，那演戏的事儿。你别忘了啊！行行行，别说了，用钱说点正经的，钱嘛，是不是钱？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，那个法院同志，来来来，你看看看看，钱来了！叔叔叔叔，这些好，好，好，他钱够不够？你看看，这钱够不够？是不是不用查封了？娟娟跟着去了，娟娟。哎呦，周书记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作为干部，我不能入股，
但是他们可以。张总，王爷，哎，张总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哎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小二，小二，谢谢，谢谢朱书江，好干啊！谢谢，谢谢。真是特别感谢，特别感谢。谢谢，特别感谢，真谢谢乡亲们。要是没有你们，没有你们的帮助，我觉得郑峰就死定了。我。因为当年我成立公司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希望这个公司，包括咱们的股份，能给乡亲们带来这种幸福感。虽然这个目标没有实现，但是今天我真是没有想到，然后你们给了我这样的幸福感，谢谢，谢谢。就刚才在村口接那个钟书记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特别怕这边你们要冲动，但我又怕你们不冲动，因为我就怕法院的同志，然后最后封大门的时候，你们没有人上去说话，没有人上去阻止，但是我真的。我真的看，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感动，真是特别感动。然后，我希望我鲍嘉文永远会记住过去的某一天，然后我们一起工作，然后一起流泪，还有一起笑。我鲍嘉文会记住。谢谢。喂，钱站长，你说。啊，你怎么走了？恭喜你啊，事情解决了。哎，我特别想谢谢你，你总是在我最焦头烂额的时候，然后过来帮我。然后蔡主任的笔记本吗？然后，哎，佳音，你在听吗？其实啊，其实那些东西，哎，你什么也别说了，真是，总之特别特别感谢。钱向东的欠款都已经还完了。你也不告诉我，我爸还替你着急呢。谁？钱向东？是世纪城的程总。哦哦。替你还上了钱向东的欠款。郑峰保住了，我也安心了。再见。哎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再见。干嘛？哎呀，你这包里还有不少钱呢，你拿着呀。哎，你们谁知道那个是？世纪城那个程总替咱们还的那钱向东的欠款，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行，这边你照应吧，让我去趟市里。啊，我去，加点小心。程总，程总还的钱？你们真不知道这事儿吗？不知道。鲍嘉文呢？鲍嘉文给我叫出来！鲍嘉文呢？鲍嘉文人呢？你这个态度，谁告诉你王小文啊？
怎么着？你说不说？干什么？你说不说？不是我叫你，我找事儿。不是我叫你，告诉你，你等我，等我，你听我说。来，那冯振华，你都当村副主任了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好好说什么？好好说？你们知道包家文干什么了吗？你们知道他干什么了吗？你不说，谁知道包家文干什么了？他凭什么让我妹妹拆？他凭什么让我妹妹卖茶园？那是他命根子，命根子，知道吗？大年夜，为了让包家文吃上饺子，他烫了一身的伤啊！那是个姑娘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罪啊？他人呢？人呢？包总。哎，王经理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那个程总呢？我怎么打电话他关机啊？这。程总着急出国，已经走了。哦，这临时决定吗？嗯，对的。哎，我说怎么打电话关机？行行行，没事，行，你忙你忙，谢谢啊。哎，包总。哎哎，你找程总是为了麦香工厂欠款的事儿吧？哦，对对对对，是啊，这你知道。程总在出国之前跟我说过，你一定会为了欠款的事儿来找他的。是，对。这是我那个，就当初写的那个欠条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。程总他们一直那么去帮我，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我觉得。好了，包总，你误会了，你先看看这个吧。嗯。看看。你帮我拿下。程总在出国之前说，让我务必要把这个交给您。冯若兰卖茶园。冯书记卖掉了茶园，才补上了麦香工厂的欠款。谢谢谢谢王经理，我那个，这个所有的这些茶，我全要了。看我就这些钱，我不知道够不够。要不够的话，我还可以再拿。就这些，我全要。先生，这些茶叶是免费提供给客人品尝的，是不收钱的。免费？不收钱。冯支书免费提供我们这些茶叶，但是他不让我们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我们酒店对你的豆腐产业并不是十分的有信心，是冯支书找的程总，然后强烈推荐你的豆腐产业，而且他还跟我们签订了合约，只要我们进你的豆腐，他的客家红就会免费无条件的提供给我们。谢谢谢谢王经理，谢谢谢谢。之前，青春过眼云烟。
我给你杀药。馅儿有点咸奶奶，你睡了这么多天了，你没有想我？想死了。我也想你。大孙子，你得谢谢我。我在阎王爷那儿给你说的话，
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呀，阎王爷老爷，你可不能收他。这小子，他还带着我的银子没还呢。奶奶，你真太逗了。谢谢奶奶。奶奶，我有一个事儿要跟你说。准是你那股份有限公司的事儿。我怎么能想到股份？这，你这小脸一耷拉下来，没别的事。跟股份一样重要。我要娶若兰，我一定要娶她。不管暴风两家什么样的恩怨，只要奶奶你支持。支持了，我孙子。强大，强大。山的留守儿童申请了一笔救济金，今年的钱比去年多了一倍，我就把多余下来的部分拿来孝敬您了。那账面上，账面肯定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都跟您这么些年了，是不是？那账面总不明白，我还活什么劲呢？还有，您上个月帮助的那个开发商的朋友，他对您表达了谢意，我也一并给您带过来了。好。哎，崔鹏啊，以后啊，别这么明目张胆的，往我卡里打不就完了吗？哟，那可使不得。
这一出一进不就有记录了？哦，还有啊，刚才我听刘秘书说，这个包家文又来找周书记了，是吗？好像是为了那个暗示的那片油茶基地的事儿。哼，其实啊，我早就觉得那片林子有问题，所以啊，我对安氏茶籽油的事啊，我是能避就避，能躲就躲。那您说，咱还给安总提醒吗？不可以。既然周书记能在最后关头把这事儿给拦了，对咱俩来说呀，那就是个信号。我就不相信他有那么大的能耐。你给我小心点，小心为妙。嗯。镇长啊，我崔鹏这辈子我不想做别的，我就想当官。天不遂人愿啊，你说我还能图什么？我劲儿老，使劲儿老，我能捞多少捞多少。你想气死我呀你啊！你干什么？有话不会好好说啊？哼！岁数长了，脾气也长了，啊！消气儿，消气儿吧，消气儿。自个儿家的闺女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没有这样的闺女。哎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乡亲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到底听了没有？你听了没有？你说呀！听了。结果你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好歹是个村支书嘛，可我现在不是了。村支书就不能接吻了？村支书不是人啊！哎，爸，如果你说是因为村干部不能接吻的话，那你得找我哥，他现在是村副主任。但是呢，我得提醒您一下，如果我哥不跟人接吻的话，那您和我妈就没法抱孙子了。冯若兰，我不管你。冯若兰，爸，我多大了？我交个男朋友怎么了？没反对你交男朋友，那就得了。我也没交女朋友。总之一句话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不允许你和包家文谈恋爱，知道吧？行，那我就私奔。丢人不丢人？丢人不丢人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全村都传遍了？那正好了，省得我开新闻发布会通知大家了。若兰，你过分了啊！哎，你让我帮包家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？你怎么发誓你忘了？不用你提醒我，我交个朋友怎么了？我又没有谈婚论嫁。你交朋友，你跟人，我们没反对你交朋友，啊，可是你要交，你也得交一靠谱的呀。那包家文怎么不靠谱了？我觉得包家文挺靠谱的。冯包两家那么多矛盾，你看咱们家，有跟着包家牵扯不清的吗？啊，说白了。咱冯家，啊，咱老冯家就没有那个背叛祖宗的叛徒。爸，我不是说您，这孩子他，哼，去哪儿啊？哎，你干嘛去？约会。你敢？这里头有问题，可就是进不去。可是不进去吧，又不知道这里头到底怎么了。我和屈头叔也好几次都想偷偷溜进去，没成功。对，我听说了，屈头叔不是损失了1300块钱吗？
你别提这事儿了，太丢人了。哦，我说怎么走到安日基地来了？你是特意把我引到这儿来了吗？你现在正风做得这么好，也不能老顾着你自己啊，是吧？还有好多乡亲们都被套在这个地方了，其实他们心里都动摇了，想入你的股份公司，可是被套住了，动不了。你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弄清楚这里头到底怎么回事儿。谁？我想办法啊！我没有办法。哎呀，你想想办法呀！你办法那么多。我没有办法。我明天早上还给他们开会，咱们往回走，走。嗯啊。哎，你想想，你主意那么多，你肯定能想出办法来。我真没有办法。走。你再想想啊。走。行。多少次问自己为何而来，是为了征服世界还是为了爱？活在平凡世间，我有多少梦想？我只想冲破云霾，就让我热血奔跑，即使粉身碎骨也从不懈怠。不知路上会有多少艰辛，我将不顾一切继往开来。云端上我看见一片霞彩，照亮我前路，照亮我胸怀。面对光明诱惑，自己变得渺小，只因为风雨阻碍。理想从不怕掩埋，我会义无反顾，绝不徘徊。即使是将放弃一切，卷土重来。血奔跑，即使粉身碎骨也从不